Hello， 大家好，我是翁来。今天我们要来稍微谈一下这个昨天哦，有这个更新了嘛？那更新了这个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的一些东西哦。那这些基本上我自己都会买满啦。那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哪些这个礼包的效益或者是它的 CP 值最高，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恶魔怪这个第二包恶魔怪是你就直接看得到的，就是它的效益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再来呢是金钻石，这两个会是我自己觉得，还有这其他都是卷轴嘛。那我觉得这两包算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CP 值比较高的。再来的话呢，我可能会去推到这个天使怪的部分，这个天使怪跟彩虹怪部分，因为它毕竟它是肥料，它是直接我们看得到哦，这个东西在这里。那除此之外呢？这传说卷啦、或者其他的这种卷轴碎片啊等等的，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传说卷一定都是四星，那我觉得这包就没什么特别的，毕竟它也有700红。但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传说卷你想买一个梦想，那我觉得这一包就是必定会买的嘛，毕竟就是700红买一个传说卷，我觉得算是一个。对于我自己，对于传说卷的价格大概也是在500到700红左右的一个价值，一个价值啊。因为毕竟随着我的包包越来越多，这个三鼠越来越齐哦，真的我们会缺的，我们期待这个传说卷出原物，是期待它出我不重复的原物，已经不期待它出一般的原物。但是接下来我们才要讲到这个重点，就是昨天除了这部分以外，还有更新其他的这个资讯哦。等下我们会一一带到，这会让我们这包的价值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因为，在中后期的玩家，可能真的重复的原物会抽的很多。那抽的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拿去换这个二选一啊什么的。那大家如果这个也是观众提醒我才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就是呢，这个昨天有更新这个限时礼包啊，哦，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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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昨天这里哦。我们的这个开发者日志这边有一个全新的跨服对战系统上线啦。那这个地方，认真讲，我还没有很认真的看完它，所以我们就先简单的来看一下下哦。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会有一个这个什么啊，最强伺服器争霸战哦，感觉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潮的东西，有没有？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去。那它这个竞技场跨服对战呢，是从6个伺服器有韩国、日本、中国、全球服、亚洲服跟欧洲服6个伺服器当中，选拔出各代表伺服器的这个召唤师组成队伍。然后什么呀？这个不能缩小，不能的。怎样？这，我等下，我看一下它可不可以，它可不可以缩小一点啊？不行嘞，它的字好烦哦。什么？展开最强伺服器大型非同步 PVP 模式，这代表不就不是 RTA 这种直接同步的即时对战啊？然后跨服对战当中哦，会选出脱颖而出的1万名召唤师，每50名组成一队，共200支队伍，和其他伺服器的队伍展开决斗。那5周内各回合决定最终的伺服器排名。原本的竞技场模式是争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般的竞技场，就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竞技场嘛，就这个，他说的是这个争夺个人排名这个，然后毕竟因为他有说他是非同步，所以就不是属于 RTA 这种模式啊，就不会属于 RTA 的模式，然后再来，他说要帮助自己队伍，然后来从选拔跟更具体的这个跨服对战的介绍，然后说这个跨服对战是以前一周竞技场的排名为基准，所以只要我们前一周竞技场的排名是在前1万名，就会被入选为这个选手，对不对？然后呢，预计第一季会在12月14号的下午4点开始，那这应该是全球服的时间呢，那亚服可能就是十二月，会同步吧？这应该会同步，对不对？所以应该会以一个区域的时间同步嘛，然后在12月6号到12月12日之间的竞技场，所以会以前一周的竞技场排名为基准，然后选拔召唤师。那我觉得那个前一周的这个竞技场的这个竞争应该就会比较激烈一点点哦。然后选拔代表召唤师的期间就是选拔战期间，
这句话怎么废话？我怎么念完这句话之后，我没有得到任何资讯呢？竞技场主画面将会显示选拔战期间的相关图示，来提醒大家。哦，所以是前一周的这个竞技场就会去显示说现在的这个分数会代表我们下一周，就是有一个很像是防呆机，就是提醒功能啊，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分数攸关你是不是选手哦，这种感觉。然后，如果出现共同排名，会以优先达到竞技场。那这个应该是，我觉得状况会比较少一点点的、啊，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四不弃，可能真的一两个人，就是刚好在一万名卡在一万名的位置，会就是有那一两个人的差别。选拔出的一万名召唤师，50名组成一队，然后跟另外一个四不弃展开决斗，就是第一名到第50名第一队等等等等的啊、如果今天被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分队就是什么，就是可能我们这个伺服器第一名到第50名是一队的，那他就对上其他伺服器的第一名到第50名，就不会有说什么这个可能亚洲伺服器的第一名到第50名去对上什么日本服的第200名到第250名这种感觉，不会出现这种就是有实力差距，整个队伍实力差距的过大的状况哦。然后再来，那跨服对战要如何进行？它下面有这个日程哦，日本对韩国、中国、亚洲。OK， 这边就是赛程表，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哪。这边我就不特别那个了。那这个也是很细哦，这个表格你不把它复制下来，或不从网站上面看，根本就看不清楚。好，不管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 pass 掉没关系。这里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就自己看哦。然后会各伺服器展开一次对战，经过第一 round 到第五 round 之后，就代表本赛季的结束。然后会有2周的休战期。我想一下哦，他会打一个月，他几乎会打一个月，然后会有2周的休战期，所以他大概就是一个半月，哎、欸、不对，包含选拔，所以应该算是两个月一季的一个这种跨伺服器的竞技场对战，然后对吧？啊对啊，这边刚好有，就刚好是两个月，这边有写的很清楚了。那我刚才干嘛算得那么清楚啊？然后再来呢，所有伺服器重置盛典，这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要选拔的一些前置作业而已。然后名誉建筑什么都会，防御组合、攻击组合不可重复配置，就是不能说你进攻的时候可能什么双封锁啊什么，不能用这种进攻。然后已经使用过，可以再次用来和其他召唤师进行战斗，就是不像是据点战的感觉，它比较像是工会战，比较像是一般的竞技场，就是工会战死掉也不能再继续用嘛，它没有，它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模拟，你就可以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这样子而已。共有50次的战斗机会，限攻击每个对手一次，每50名。哦，换句话说，我可以去攻击。我可以去进攻对面的召唤师，每一个人总共，因为我们是50打50，所以就是我可以去打对面每一个召唤师各打一次，那只是不管胜败，反正就是我只能打一次，赢了就赢了，就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是比较之前比较旧版的那个复仇，因为比较旧版的复仇是不管对面进攻我是赢还是不管我的这个进攻是赢或者是输。哎、欸，不对，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只要我被打了，只要我输了，就是我就可以复仇嘛。那复仇就是什么？那复仇是不是就是我不管打赢或打输，我就是复仇完毕了。那输了就输了，我也不能再打第二次。比较像是这个竞技场的复仇的感觉，就是我只能对上一个对手一次。那输赢不论，没有连胜效果。好，然后呢，再来，哎、欸，这边就会有什么？左上角这边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 team， 我们是第几队？然后我的上面那里应该是，喂，我看一下哦。第三队，哎，那个157什么意思啊？看一下上面有没有讲。第一区。哦，那一嗯。那个157，我猜应该是进攻加防守共100场，然后我成功了几场，我猜应该这个意思。
然后右边第二个，它应该就是我们整个伺服器的一个分数比，一个分数比。然后它会有，同时会有这个其他赛区的一些这个分数比哦，因为它是可能我。可能亚洲会对韩国啊，这个什么全球会对欧洲，它是会不同国家会先去比，然后最后可能再去比这个大比分总比分的、哦。好，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个胜败了。那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全胜就蛮有价值的了，那就是尽量这边就可能不会去随便刷，就会稍微去动脑，因为像其实平常在打竞技场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要去争那个第一名的话，那真的就随便刷，有输了就输了嘛，反正输了大不了再刷一次或怎么样就好了。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在这种就是它是有比较有胜利要求的话，那可能出队伍就会再稍微谨慎一点点哦，就是会以能赢为优先。接下来介绍的是分数级胜点的获得方式，攻击获胜得30点，防御失败会扣10点哦，防御失败会扣10点哦。然后呢，防守成功没事，对不对？防守成功没事，然后。最后200个队伍，就看200个队伍的这个分数，谁就是谁拿到的大比分比较多。换句话说，前100名，前50名，就是这个红三前第一名到第50名这些人，就算全胜，不管是谁是不是全胜，他都只占一分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就大家就要这个就是不要小瞧自己，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力量。今天如果我是。我就算今天我是第9951名到第10000名，我就是最后那一区好了。我的分数的我赢的一分，跟第一名到第50名的那一分的价值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地方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真的还蛮考验大家的，算是什么团队吧，团队精神就是尽力，就是以自己尽力而为啦。然后看看有什么奖励哦，奖励的话是。胜者的伺服器，每周的奖励，胜者会发放这个召唤书神秘卷三张，那如果败者会召唤会发这个神秘卷一张哦，然后队伍里面会获得名誉300分跟输的是150分 ，OK， 然后再来呢，有参战的召唤师冠军有金钻石10颗，哎、欸，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又多一个两个月哦，8周一个大概也是一个礼拜多。多 1.25 颗，一个礼拜多一颗多一点点啊，就大概这种感觉。嗯，五步小补，我觉得五步小补。然后第二名8颗，其他伺服器是5颗。OK， 那是换句话说，未来的竞技场的前10000名就更有价值了。那我可以预期得到未来的这个一般的竞技场，因为大家可能要抢那个资格，那个礼拜的竞争可能就比较激烈一点点哦。然后这边就是跟那个工会宝箱啊、据点站宝箱啊这种很比较像的哦。OK， 那就是一些奖励，这奖励应该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同啊。对，就是都是这些东西。好，然后但是没有蓝石，换句话说，可能会抽到一堆符文吧，可能会抽到一堆符文之类的。然后再来呢，名誉奖励什么？洪水晶全属召唤，这里这个，他有全属的召唤书，全属的召唤书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哦，这个 ESP 是干嘛的？哦，它随着你的队伍不同啊，你能获得的经验也是不同。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这个第10000名，就是虽然说我是最后一组，跟我是第一组的胜点一样，但是因为可能进攻随着进攻难易度不同啊，就是可能给的这个奖励也不一样哦。那他的这个经验，他就是有一种很像是累积经验的感觉。那第一二队的话呢，就是会拿到这个700的经验啊，会慢慢递减到最后一队只有350，就是减半的感觉。那这里有讲，就是看一下哦，每周排名奖励就会有还算蛮多的。第一到第二队这个奖励真的有点多，它就是5000，这个就直接拉出差距了。第一队有5000，然后最后一队只有3000了，差了1800，这个差距就拉的有一点点开来。然后在下面，这有点小啊。大家如果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大家可以自己来这边看哦。它就是跨服对战最终排名会有第一队会有50000点哦。那我就取个平均值，假设我是100队好了，我就是这个5000名左右的玩家，那就是我可以拿到多少？
我可以拿到38,000，然后再加上3800，然后会因为会打，哎，会打5个礼拜嘛，所以是19,000、38,000、57,000，我会拿到。我如果都是第一名的话，我会拿到57,000的经验，包含这个地方还会有一胜，哎，一胜，哎，等一下哦，这里如果五十，如果我这里50胜，如果我攻击全胜的话。那其实我的经验也蛮多的，对不对？我这里如果攻击全胜的话，那我是100对嘛，450乘以50也是有2万多分呢，也是有2万多分，所以我大概一次可以拿到7万分左右。那我们来看这里，累计的话，一次如果你是第一名，都是第一名，都全胜的话，你大概可以拿到7万多分哦。那我们就算个平均值好了，如果你今天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状况，可能至少可以拿个4万分吧，3到4万分的话，大概要。3周3次6个月半年可以跑完这一 round 哦，然后它的奖励会有哪些？最后会有犬鼠召唤书，OK，哎，这里的奖励还算蛮多的，这里的奖励把它通累加一下的话，其实奖励也不算少，我偷偷算一下，大概会有1、2、3、4、5、6、7、8、9、10、11、12、13、14、15，它会有15张的神秘卷，然后。这个三鼠召唤书各8张，光暗召唤书2张，犬鼠1张，传说1张，然后传说碎片60片，然后最后是传说的金钻石、金魔石跟6星传说符文，跟一些红水晶哦。那这些价值就我觉得算是一些 bonus 啊，算是一些 bonus，就是会让你的奖励更多了，拿到奖励的手段更多。其实 Comtours 一直在对于给奖励这件事情真的毫不手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是一个进入中后期的玩家，这边就可以稍微拼一下，你可以多拿一点点资源的，因为你可能就在进入大后期以前的卷轴，我觉得都算是不错，而且。就是卷轴价值还算高，但你到大后期的话，其实卷轴价值就偏低一点点，因为你就可能真的就抽不到你想要的。我个人对于这个卷轴的价值，就是抽到的几率乘上我要的这个乘上我要的东西的这个几率，这两个乘在一起才是我对于它这个卷轴的价值的一个依据哦。然后再来，名誉商店跟古代结晶商店全新上架，名誉商店。召唤书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分数下降了，然后次数增加了，所以一样获得卷轴的地方变多了。然后古代结晶这里是我这次最期待的，光暗召唤书只要90个古代结晶哦，只要90个古代结晶。换句话说，一只元武，一只三鼠元武可以换3张，一只三鼠元武可以换3张，3只三鼠元武可以换10张。哎，其实这个对于大课长来讲。算是另类的取得光暗卷的方式，这个我自己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好，但其实到了游戏大后期，真的对于每个人来讲，真的缺的可能都会是光暗，所以它是有好有坏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但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烂的决策。我说它不烂的原因，是因为它让这个大家有更多，就是重复的魔灵有更多的这个用处了。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大课长的光暗的这个差距就可以拉开来，因为它无限次数。我觉得如果可以把它限个10次，或比较真的，我觉得无限次有点不知道算不算好，不知道好不好。我觉得无限次真的有点夸张啦。对，那其他的部分，传说金魔石。这个传说犬鼠传说每个月1张，我就觉得很 OK。但是光暗无限的话，我自己就是有点觉得这重点是那个无限的。它如果有个限个5次、10次，我都觉得还 OK。但是无限次数，我又觉得稍微，我还是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我自己个人私心还是希望它可以下修到可能10次之类，就不要让大课长可以拉开跟一般玩家的差距，就是。这个差距可以拉很快，当然符文还是个游戏的重点，但是角色池也是一个另外的重点啊。对，然后再来降低一些这个璀璨的祝福的这个所需的数量哦。好，那这个地方购买次数增加，
刷新次数呢？OK，这里就没什么，这里就小幅度。璀璨的祝福一样要250，也是一支元武换两，就是这样怎么算啊？这样应该是50嘛，所以55抽五支元武会可以换六支，可以换六次二选一啊。好了，那这一次的开发日志其实新增了蛮多，这个算是福利给所有的玩家。那比较多是给这些中后期的玩家，因为他们可能真的除了 RTA 以外，没有其他什么好拼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自己觉得更新了很多给老手们的一个更多可以去游玩的部分。那只是我还是很看衰，我还是很。就是我对于这个操作光按卷无限次数的操作，我是看坏的，我是看坏的，我比较我自己看坏，但是可能很多人是觉得 OK 的啊，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这种可以很高速拉开小氪无氪跟氪场之间的差距的一种配置啊，因为我觉得魔域召唤以前它做得好，就是因为它有效的去限制了大氪场。跟无氪、维氪、奈米氪、小氪玩家之间，它限制住了这个差距，就不会就是可能这样，就是一开始大家一起玩的，一开始这样子慢慢弄弄，然后说大氪场这样子哦，呜，但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它可能就变慢，然后两边的速度可能就大氪场还是会跑比较快一点，但是拉开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快，因为毕竟符文什么的跟自己所花的时间，这才是最重要的成本哦。好啦，这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开发者日志，我觉得。也有我蛮期待的地方，但也有我看坏的地方。好奇问问看，大家对于这个光暗卷无限次数的这个购买的这个选项，大家是怎么看呢？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这样的设置啊。那这个跨伺服器对战的话，这个部分我就不确，因为这要看每个伺服器大家的活跃程度，所以人数多的伺服器真的优势就比较大一点，像亚服跟这个全球服。那我欧洲服的人数我自己不知道，欧洲服人数会不会就欧洲服会不会就比较劣势一点点呢、啊？那中国服的话是不知道游玩的，中国服顶端很强，但是不知道游玩的这个基数到底多少。那韩服跟日服我真的也就比较不熟，所以我自己比较熟的就是全球服跟亚服啊。那因为大家的分数都一样，所以就真的是比较的就是大家团结程度了。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开发者日志咯，就跟大家稍微做个简单的分享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大家拜拜。